我们所要改变的问题是，我们看到公共电视老师领导位的节目，不同的老师会有不同的教学方式。如果我们也能请不同的人当我们的老师，在班上上不一样的课，全班同学一定很高兴。在班会一起讨论要邀请哪些人来上课，然后写卡片约时间，上课的内容可以让来上课的老师决定。因为我们没有太多钱付给这些老师，所以我们要在自己能力能够做到的情况下完成这些老师的一项梦想，作为来上课老师的谢礼。我们把邀请卡造起来之后，用脸书或 email 传给这些老师，希望这些老师可以来我们班上课。学生也能找不同的老师来班上上不一样的课，我喜欢上课。谢谢这一学期来班上上课的自习学长、钱玉爸爸、应该老师、小范哥哥、夏欣伟姐姐。下一学期我们会找哪些老师来班上上课呢？我们会找其他班的小朋友，大家一起决定名单，向学校建议老师人选，让更多的小朋友上不一样的课。不要怀疑，你也可以找你喜欢的老师，大家一起来上不一样的课。We can!